你们最想看到谁啊？你看那个女生，声音不够大，我们来听听里面的声音好不好？左边的，你们想看到谁？我感受到了来自女人们的力量。来，前面和中间的观众，你们要看到谁？哎呦，鸡皮疙瘩起来了。还有右边和上面的观众，你们要看到。好了，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一下阿忠超人集结团狂欢神曲。尖叫声，安静，收，好吧。我们先请允浩还有昌敏跟在场的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先打个招呼，好不好？来，我们有请昌敏。观众，银色镜头台的那个昌敏是不靠。我直接那边就不行，听你在里面叫怎么样？他刚才说，在他自己打招呼之前，希望他们两个可以一起跟大家打招呼。一二三，大家好，我是东方神起。大家好，我是昌敏。大家好，我是尹龙明豪。你们先稳稳吗？我先你们。谢谢。你们想他们了吧？真的，今天非常的开心，可以来上海，然后主持这样一个盛大的 party。